我们看了 Queen's 发布的 FGO 金闪闪推客影片，才知道原来他也有在玩 FGO 哎。今天来偷袭他，顺便补充一下 FGO 的知识吧。好挤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啊，欢迎。我们刚刚在抽东西，在抽卡，对，刚好在抽，抽好抽吗？最后一抽，海底捞月，哎呦，啊，垃圾！哎，你们两个也玩太认真了吧？我们俩在旁边呢。抱歉，我们聊了太开心了。好了，跟我们 Program 介绍一下，你们是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Wings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懒猫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玩。你有算过金闪闪的那个宝具威力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它台版就还没改良。但我听说改强后是特改强后超猛，就是 F 力的活动不是刚好开放它的宝节嘛？哎，对，讲到 F 力，你有看 F 力吗？有啊，你有看？有。你叫我去看，你叫我去看，一定要看。但我停不下来，超二十四集，我三天就看完了。他二十五集好不好？乱讲话。没有，二十四跟五就很容易记错。我来考你。我觉得你这么菜，先问你 ，FGO 是在演哪一个神美战争？第四次啊。第四次。对啊，一群水小人的战争。那下一个，圣杯战争是哪三家举办的？三家我知道啊，那个嘛，就那个王八蛋的尖童家嘛，哎呦，然后原版家嘛，原版家，然后最衰小的那个爱因兹贝伦，哎，我蛮喜欢爱因兹贝伦家，我未来也想出生在那里啊。你只是想要小萝莉吧？没有，好多人造人啊，没道理啊！你会答对这两题问题，你居然刚刚会这样子错？你一定根本没看过，没有，我看过，我看了两次，你看两次，没有，我又把很多看那种某些崩溃画面的回放，看谁被谁捅那些回放。哎呦！哎，好了，不然你们一人列个十五题 zero 的问题，然后来考对方吧。Okay. 好，来，好，出第一。来，懒猫精，你今天穿什么内裤？哎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脱好了没啊？我都脱好了。哎，不要偷看哦。哎，我怎么先一脚？你别唬啦，你不要偷看好不好？没事，我要偷看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那开始问喽，来，好弟弟，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？灰色吧。OK， 好，我看过，所以我知道。好，第二题，黑色版的圣衣物是什么？黑色圣衣物是什么？蛇皮。飞的力度里面 ，Laser 与 Saber 第一战 ，Laser 刺穿 Saber 后，他说了什么话？谁知道啊？在我前面前，你就跟没穿衣服一样。下一题 ，Rider 他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要。他想要肉体，得到肉体。好，下一题，支撑招谁捅了一下？啊，豆腐，对，豆腐，他吃豆腐太烫，哎，对，太烫死了，不然太烫死了。第四次圣杯战争，最后成我的 master 有谁？爸爸，还有，豆腐，对，还有一个人其实还活着，还有，我知道，孔明，没错，没那个头，他的韦伯，耶的全名是。A E X 中文翻译是天地太乙太乙之心。黑针怎样才出现的？哎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要不要告诉你，元帅某天幻想出来的，他是被元帅幻想出来的产物。那我再问你，这题最难的，来，石匠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你不可能会知道，因为他我老婆，只有我知道。你最好是知道。还蛮会打的，但我觉得你应该，我也觉得你蛮会打的。好，我来问你，是不是？对，说快问快答。尖童家以前叫什么？尖童家以前叫那个尖童，不知道。马奇里啊，故事中有几个王者，你知道吗？有几个王者？三个，哪三个？征服王、亚瑟王、英雄王。名字：吉尔加美什、亚历山大、艾尔托阿尔托利亚。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，哟，亚历山大，哟，伊斯坎达，我也是亚历山大，啊，过来，啊，韦伯在费特利洛的时候几岁？韦伯，费特利洛吗？费特利洛里面韦伯，我记得是高中生，哎，没有，他高中还大学吧，十九岁，哇，十九了，看起来不是十九，看起来蛮屁的。来，这题也很难，两仪式跟圣诞黑 Saber 哪一个大腿比较好舔？两仪式比较好舔，黑色宝比较好舔，两仪式比较好舔，黑色宝比较好舔，两仪式比较好舔，黑色宝好，
先听到 Rida 在故事剧情里面被Zero里面，他常常骑两只牛。哦，他的战车飞骑雷牛是他其中一个宝具，叫什么名字？飞哦，他宝具的名字哦，嗯，赤兔马。那是马，哦，那是马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神威的车轮，哦，神威的车轮，好，第四次正面战争跟第五次正面战争差几年？这个没那么长，没有一，本来照惯例是60年一次，这个没这么久，十，五，六年，十年啊，哦，不要打断，还要改，再听，好，给你拍拍手，好，不错不错，摸摸手，摸摸手，摸了，摸了手。我刚刚问完那些问题，快问快答完以后，我自己都想回去重看 F 七罗。我觉得该重看一次了。我自己认为啦，费特以来这些系列动画里面，我最推的就是费特之罗，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到真的是这一个圣杯战争，然后七个从者跟 Master 互相打来打去。其实 F 力比较像是在考验人性的血。对，我觉得它的内容相对，但是相对来讲，它不像原主费特系列跟 UBW 这么的，我觉得比较快乐。对，就有点那种越慢慢打完，慢慢打 BOSS， 然后有很多那种恋爱成分在里面，开心成长，对，开心成长。为什么这些只有是一开始就给你绝望了？一开始就绝望，非常非常的绝望。但我是真的是很推荐这个动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它的剧情相比另外其他费特系列成熟许多，成熟许多，就是而且我觉得完善度很高，而且画风也是非常棒。因为福特伯做的真的是很，我觉得就战斗画面就是没什么缺点的、啊。没有，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如果你年纪还小的话，看完会有一些童年的阴影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建议15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在看呢、啊。OK，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部很值得各位一而再再而三二刷三刷再刷一次，对，再刷一次，再刷一次，对，非常适合的一部作品，非常的。好哦，今天非常感谢 Wings 还有懒猫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次的突击单元，大家留言的话还可以参加抽奖哦。对，我们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去留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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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就到此结束啦，大家拜拜，我是 Wings， 我是懒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